练成了是可以法球，你也想到你的力量就又出来了。那你不要脑袋，有阴阴的话，你当不当脑？那个人高山丛林呐，等待救援的时候，找不到水，找不到食物，避开蛇虫嘛，猛兽，他几个人就好像那个。情侣在什么呢？他的两个人的朋友，原来他是什么级？七十七。他有时候就是七十七、三十三、七十五，就很多纠结他们的关系。这个完全没有，一直我想干，对吧？也不一定完全没有，那没有病就等于好，有点亏啊。没有病是不是帮助？这就叫做可以，你懂吧？他这招真要走长路怕什么？就是，是不是干了五年？就是干了五年。这种程度的超重脑子